想说啥说吧。这个，我明天要去风凉滩打呢。打就打，咋了嘛？这个，我也不想去，可我爹，还有你大伯，我开不了口呀。你的书白念了。你走吧。翠翠，这个明天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你活着咋了？死了又咋了吗？傻傻的活着和死了没两样。是，翠翠，这个村里人都说咱俩最有文化，最那个了。我稀罕你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这。稀罕我咋了？翠翠，你稀不稀罕我吗？你要稀罕我，我明天就是死在风凉滩也知足了。谁能拦住两个村的械斗，我就稀罕谁。这没人能拦住。那我就谁也不稀罕。翠翠，翠翠。蛋儿，好好读书，读上几年书，有知识了，有文化了，舅舅接你进城干大事，啊？舅，我不干大事，我要打鬼子。打鬼子就是最大的事。你现在还小，读上几年书，长大了，舅舅带你去打鬼子，啊？舅，我等你。哎，蛋儿，舅教你的风在吼，马在叫，你还记得吗？来唱一遍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河上老汉唱歌，河东河北唱歌，山村里马龙哥。哎呦，水德，水德，龙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酒柿子。好。哎，水德，你来。那件事。想好了就来兰州找我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只是舍不得学校的娃。等我娘回来以后，我跟她商议商议，看能不能把我二叔叫回来给娃们上课。是，水车不能停，娃们的课不能停，这是你们李家的祖训呢。你放心吧，等我安顿好了，我就去找你。好，娘，我走了。哎。土匪的话你们也信啊？他说是过山虎，他就是过山虎。你们呀，大舅，肯定是过山虎。这畜生早就看上我妹了，几个月前还派人到家里来提过亲，让我爹给轰出去了。这畜生谁想到他会绑票了？我以前就劝过你爹，我的意思让英子跟我到县城来找点活干，多好呀。可是你那个爹不是，死活就是不肯。不怨我爹，是我娘舍不得我妹走，活该。那么水灵这个大姑娘啊，我在山里头不出事才怪呢。哼，我姐就这么一个女娃，那可是她的命啊。英子要是出点事儿，我姐也就别活了。这帮土匪，咱们几个就去闯闯她天龙山，把英子抢出来。来，拿着，拿着，你拿着。咋？怕了？你们可别忘了，英子可是甜甜的喊了你们十几年的衣服，你们就能见死不救？你看你，谁怕了？我是怕的那种人吗？我是说呀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？对呀，就咱几个去闯土匪窝，那还不是去送死？哎，唐三舅，等你大哥来了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法子啊？他有什么狗屁办法？杀个鸡宰个鱼的他还行，你们就别指望那个厨子有啥办法。老三，老三，拿斧子干什么？
什么呀？闯土匪窝呀？啊！就是，大哥，不跟过山虎来硬的，他们能放了英子吗？把斧给我来！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，就怕你没闯进天龙山，你就没有命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哥，那你说咋办？咱们就看着英子被那畜生过山虎给糟蹋了。大哥，你也是黄河水养大的汉子，你可不能没了骨气。行了行了，现在不是讲骨气的时候。我在路上已经想好了，要想救英子，只有报官。咱们通过县保安队派人把英子救出来。保安队？对，保安队这帮兔崽子就会欺负好人，见了土匪，他们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大哥，你说你们去不去吧？你们要不去，我一个人去。你这是去找死！找死我也去。我三，你不能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去就没有命了。土匪咋了？土匪也是人，老子不怕，大不了我入他们的伙，把英子换回来。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就没命了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去，知道不？同学们好，同学们，马龙叔叔教给我们的歌好听不好听？同学们，咱们这儿的黄河这么安静，可它的下游却在闹鬼子。马龙叔叔不是跟我们说了吗？全国人民都在唱的这首歌在打鬼子。我们呢，天天喝着黄河水，对吧？我们更应该天天唱《保卫黄河》这首歌。黄河听到我们的歌声以后，就会告诉下游打鬼子的人。他们知道了我们天天在唱《保卫黄河》这首歌，那他们打鬼子劲头就更大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天在上课前和放学后，都要到黄河边唱一遍马龙叔叔教给我们的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前面就是老狼口了。啊，妈，婶子让你累着了，你回去了。啊，那我走。走走。婶子，你们要是没有喊出你家火娃，你们还回我们家住啊？我知道呢。那我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走了。走。切，走。娘，我们喊啥？喊火娃，火娃！喊累了，娘喊。喊啥？喊娘找你来了。啥？娘找你来了。娘找你来了，火娃。火娃。娘找你来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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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我先自报一下家门啊，你们都听说过有一个火爷的土匪吗？我就是火爷。你这两个人跟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好动是吧？哎，功夫好的很。你们双方谁管事儿？过来跟我说话。多肥的地啊！啊，守这个黄河，怪不得叫风凉滩呢啊！火爷，您的大名我们早有所闻，可是希望你不要搅在我们两个村的纠纷中。是啊，这300亩风凉滩我们两个村斗了100多年了，这都是先人们传下来的纠纷呐。火爷，你行侠仗义，你办事公道，这我们早有耳闻，可是今天这事儿你最好别管。你呀，也管不了啊。别不守规矩啊，自报一下家门吧。我是大柳村的族长白善民。我是陈家营的族长陈喜贵。白善民，陈喜贵，这名字好。可是你们哪个善民了？哪个又喜贵了？你们应该改名字。你呢？应该叫白善斗。你呢？陈喜杀。一个善于械斗，一个喜欢拼杀。火爷，听您说话客气的。这是善斗呢，还是喜杀呢？这由不得我们。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，不遵祖训，这是天大的不孝。啥祖训啊？你为了一块封地3年械斗一次，不死上几个人你们不收兵啊？这就是你们的祖训？我们认了。300亩风凉滩，输赢28开，谁打赢了谁得8，我们都觉得公平，我们认了。火爷，您走吧。我火爷从落草为匪到今天，还没有想干干不成的事。我今天来是为你们主持公道的，事情干不好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哼，你要能让黄河的水倒流，我就听你的。哎，你把黄河水变清了，我们听你的。黄河的水倒流了，变清了，那就不是黄河了。我火爷要今天管不好你们的事，那就不是我火爷了。按照我们道上的规矩呢，我们的血只要是融到了一起，留在了身体中，那我们就分不开了啊。我火爷也就搅在你们这事里边啊。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话你们必须听，谁要是不听，那就是破坏了我火爷融血之盟的铁律，那就是跟我火爷作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你们的村子啊，以后永无宁日。可我们3个人的血永远也融不到一起。那就不是你的事了，是我的事了。白族长，请把你的手放在这风凉滩上。陈族长，把你的手放在白族长的手上。
疼吗？这子弹速度快啊，所以不疼，是吧？火爷，你这是自残自身，究竟为什么呀？为了断了你们，多少年来没完没了的械斗，我觉得值。哎呀，火爷呀，恩人呐，谢谢大恩人呐，我们听你的。乡亲们都起来吧，起来！黄河作证啊，我们的血融在了一起了。侯爷，你就定规矩吧，我们听你的。啊，对，你说啥，我们听啥。哎呀，这个规矩嘛，还是在酒桌上定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到我们大柳村啊，不，到我们陈家营去。哎，大柳村啊，陈家营啊。都是自家人了，何必分你我呢？啊，我看咱去大柳村吧。好，大柳村。好，听你的。小柳子，老爷，大柳村，走，走。老爷，老爷。就能见到火娃了，叫狗娃。哦，是我火娃让你来接我们的。大娘，你跟我们去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我信，我信，这把走，走，跟娘走。快，我大娘和大哥上车，快点。和你们陈家营的先人，也是我们大柳村的先人了。善民大哥，我回去以后也把你们大柳村的先人牌位供奉在我们陈氏祠堂，年年跪拜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看来呢，我们这枪啊，没有白挨，没白挨，没白挨，没白挨。火爷，请，请，请。老二，你说我们费这么大的劲伺候一个老太婆，值不值？大哥，虎爷可是咱们这一代出了名的孝子。大哥，你把他娘当成自己娘一样伺候，他就会把咱们当成兄弟。到时候，不愁他不入咱的伙。娘，饿了。让着。真饿了，你忍着。咋不接着喊了？喊，接着喊。火娃，火娃，娘找你来了。火娃，火娃，娘找你来了。娘找你来了，火娃，出来下。娘找你来了，大娘大哥，再不敢喊喽。你家火娃就不在这儿，火娃不在这儿，
你拿上来做啥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老婆子不怕你，知道吧？要不让我挖出来见我，要不我们走。大娘，别急。你是谁？这是我们虎爷，我们是他当家的。啊！你就是过山虎吧？你把我娃叫出来！你把我娃叫出来！大娘，大娘，你们虎娃不在我这儿，不在我这儿，你拉上来做啥？哎呀，在不在我这儿？我是看你们的老狼狗喊得可怜，我让弟兄把你们接来的。就是的，大娘，大哥是为你想着你，不是你叫上你娃，那在老狼口喊上三天三夜，把嗓子喊破了，那能喊出火焰来？是是，你们就在这趟好吃好喝的铺子上。大哥已经私下里派人找火爷去了，那都是骑着快马去的。是，是大娘，不骗我，不骗你，你是火爷的娘，我敢骗你？你行，不骗我就好。娘，想吃？吃吃吃吃吃吃去！吃！你不怕这土匪的东西把你吃死？大娘。这土匪他也是人呐，啊！你说这人要是能当叔父了，谁愿意做土匪？我和你们家火娃一样都是人，吃。不吃。踏踏实实的吃。不能吃。嗯。不能吃。不吃。哎，大娘啊，这虎爷的娘啊，那就是我的娘。我马上就要跟你们家火娃结成兄弟了。不不不不，我娃不能跟你当兄弟，他不能当土匪，不能当土匪。大娘啊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可就不帮你找你们家火娃了。哎哎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要是让我见了我火娃，你可不能拦着他跟我回去。行啊，只要火爷他愿意跟你走，我绝不拦着。娘，饿，吃，吃吃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来来来，放心吃哦。我们这儿好久没这么热闹，全村的人都来了，你是不是给大家再溜一溜手啊？火爷的功夫可是好得很呐。乡亲们，这火爷的功夫那可是了得的，什么双截棍啊，踢趟子，你们想看哪个呀？踢趟子，踢趟子，踢趟子。好，那我就跟大伙儿来一段。好啊。妹子，咋？你也爱看火爷舞刀弄棒啊？这个别不懂事，问火爷好啊。火爷好。他叫白翠翠，是个地主娃，平时爱读书，他也是我们白家最有文化的娃了。白翠翠，这名字喜庆。都说你们大柳村姑娘们长得好看。果然好看嘛！哎，火爷，刚才我跟你说的在风凉滩立功德碑的事儿，就是翠翠的主意。人家说了，过去风凉滩杀气冲天，现在是两族合为一家人呐。这个功德碑不是功德碑，是火字碑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给火爷立火字碑，让陈家营和大柳村的后人都要记着火爷的功德呀。快拿出来念念。别火爷火爷的，我也不想
背上土匪这个绰号啊，叫我火德哥，或者叫火哥吧。词早就变好了，不知道火哥满不满意。哪知道你爱你啊。我害羞。害羞啥嘛，你给我起的词还害羞啊。啊，念来念。百余年血腥械斗，杀气冲天，好火爷仗义直言了恩怨，风凉滩两族和好平分秋色，老黄河歌功颂德有新篇。火爷叫火哥。火哥是不是不满意？翠翠编的词儿好不好？好。翠翠，你这是抬举我，我可背不起这么重的美名啊。可大伙都说好呢，你可不能违了民意。那我咋谢你？等你的踢趟子呢。好，那火哥为了你就来一趟踢趟子。好。好，来。好。老乡亲献丑了。我糊涂，不咋糊涂啊！我领我娃回去，不让他当土匪就糊涂啊！我让他当土匪就不糊涂。行了，我走了，还吃还吃，臭死你！啊，走，跟娘走。哎哎，大娘，我们虎爷把你说错了，行了啥？我没错，他不糊涂，你问问他，你们家虎当年是不是打死过人？还是县保安队的队长，啊！你现在把他领回去，那官府能不抓他？我告诉你，官府就是抓他，把他枪毙了，我也不让他当土匪，丢县人的脸呢！走，我跟娘走。大娘，大娘，那火爷接到信，那就来见你呢。咋，你不行他了？他骂人呢，我坐不住了，再待下去不知道咋样。我走。大娘，大娘，那我们当家的。那是为你想着呢，你非要把火爷领着回去，那就把他给害了。为我着想用不着，我走。大娘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先回去，我陪大娘再坐一会儿。你不用管，你个老婆子能救都不行，啊？哎，你们从那个黄河水那倒流，我就不信落了草的人他能从良。你把你们家火拉回去，他能从了良，我就把我的弟兄们全放下山。到两边去！我告诉你，我火娃听我的，他不听我，我抓死他！死去吧！你傻！骂你好，大点声！你傻！大点声！你傻！比黄河还傻！你傻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玉玉，哎，山上的好汉，我是梁上英子姑娘她大舅，我们都是来找英子的，求求你们了，
把银子还给我们吧。滚回去，再走老子可就开枪了。求求你们了，快去告诉你们顾山虎，你们要是敢欺负我们英子，老子就跟你们拼了。顾山虎，他们把我们家人宰了啊！把我家人宰了。没咋没咋，是你们家人闯山，我的弟兄把他们拦住了。他放我出去吧。没咋没咋，我出不去。没咋。哭哭哭哭，你哭死也是我的女人。不过你不能死啊，你要是死了呀，这个你们家人都不能活，你得活着。以后这大主村就是你们的家，你带着弟兄们在外边闯荡也不容易，以后缺什么少什么你报个话，我立刻派人给你送去啊。老爷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呢。我们虽然也不富裕，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，有事只管招呼，绝不含糊。哎，我们可是被这土匪恶名的人啊，不求回报，只求你们别把我们当成土匪就行了。虎爷的仗义天知地知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找三天红的苏家班，让把他虎爷的仗义编一出大戏，唱遍黄河边，让黄河边上的乡亲们都知道虎爷的美名啊。哎呀，你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了。王爷，我们要想找你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你呢？我不离开黄河。走了。咋，有事儿啊？有事。啥事儿？火爷，翠翠要和你那个呢。那个是啥嘛？你穿这么喜庆在这等火爷，你说那个是啥嘛？闭嘴，小六子，你们到前面等我去。这撤这火爷好福气啊。这翠翠跟着火爷走吧。火爷好福气哦。兄弟们说话嘴碎，你多担待些。不担。不担也得担。我不觉得他们说话嘴粗，所以不担。翠翠，我知道你为啥在这等我，你想说啥我都知道。你大伯都跟我说了，你是白家最有文化的人，我是啥？我是个土匪，所以你就别想那啥了。在我们大柳村和陈佳莹的乡亲们眼里，你不是土匪。官府抓我呢？官府要抓的人也不都是坏人，你就不是。我身上有命案呢。那些被杀的人他们都该杀。你咋比我这个土匪还土匪呢？你答应我不许说自己是土匪。不说不说，我也不想说，哪个土匪愿意说自己是土匪。行，坐。哎，你下来。
翠翠，那等我呢。你下来。哎，好好，下来就下来。收好。这可不敢随便收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稀罕我。你长得好看吗？是个男人都稀罕。我也稀罕你。你不能稀罕一个土匪吧？你不许说自己是土匪。你收回荷包，我就不说了。席贵叔说了，我要稀罕你，他就去偷媒人说呢。你要不收下荷包，要不就带我一起走。哎呀，翠翠，我要遭雷劈呢。翠翠，别哭了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行，我收下，收下啊。翠翠，我认你这个妹子吧。啊，我就是你哥。我李火德呢，有三个哥，就缺个妹子，咋样？你缺不缺妹我不管，反正你收了我的荷包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